好，来，自己试试看，应该是调得进去。好了。你如果觉得中间花花不好看，用咖啡色的笔涂一涂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侧边要上之前呢，来，先领盖跟两只小兔子把它组装起来。对，小胶水又出来了，这个应该还好，不用什么胶，这个还蛮好装的、哦。这个我想了很久，因为想说怎么样利用一些平板，然后可以平面的东西可以构成一个立体的保护。好。那这个组装的小技巧是这样哦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顺便教一下这个，老师们看一下，为什么这种是画直线，它这个是点点呢？为什么这个是点点？有没有人知道？铆钉哦。有吗？有老师有用过这个技巧吗？没有讲话，就是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没有，我讲一下。像我坐坦克车，来看一下这个坦克车。在坦克车还没办演习啊，有机会再办。它是无线遥控的，小小迷你坦克车。啊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哦，有铆钉的感觉啊。就是有铆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铁板结合的铆钉，看正面这个是质感。这个炮台这样，它的轮子，这个好像也是它的零件，拿来捏，好，因为切一堆，好，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这么大台而已，小小的很可爱哈、哦。有机会再研习，记得再来看一下。那刚好没讲完，再讲一下。